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综合台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大学生了没。大学生了没？第三位这个很厉害啦，是一个来自我们内地的歌手，参加过这个全球最高荣誉美国葛莱美奖。马上欢迎张靓颖，欢迎。Grammy Award。我想先送礼物好吗？哇，这是海豚音女王张靓颖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他要让他接歌是不是？谢谢，谢谢，对对对对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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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好，今天的专辑里面一首《如果这就是爱情》。Yes， 哎，好。你做的选择，对的错的。我只能承认，心是痛的，怀疑你舍得，我悲伤的那么深，就放声哭了，何必再强忍？我没有选择，或不再完整，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，你只能默认。我要被割舍，眼看着你走了。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我还爱你，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如果你依然放弃，那这就是爱情，我难以抗拒。难以抗拒，真的是难以抗拒的初恋，让现场每位大学生都直接坠入当时脸红心跳的情境。想着现在的他过得好吗？其实我很想问张靓颖，你压力会不会很大？因为你每到一个节目，甚至比如说他到美国的 Opera Show， 是的，那个是全世界知名的这个第一等的主持人，又要你去唱《海豚音》的时候，你每次会不会觉得有噩梦、有压力？反正会很紧张，但是一开始唱歌的时候，我就想我不管了，反正已经开始唱了，就唱好就算了。
不过真的是我觉得很难得，现在华人的才华应该是全世界都会注目到，对，包括像我们超级星光大道也来过我们这边的那个大学生林玉群，胖胖的有没有唱 Whitney Houston 的歌，他现在是已经是就是美国雅虎已经首页了，真的假的，然后已经几十万人次看过他在星光大道的表演，所以各位想红就来我们星光大道，如果你不是那么会唱只有九分也会红哦。星光大道的最低标，好纯纯的爱的感觉。哎 ，PJ， 我是在那个下课十分钟的时候，然后用 rap 的说，用 rap。我是在下课十分钟的时候看到他牵着他的手，把他拉到厕所门口，然后对着他说我喜欢你，那你呢？结果下节下课换他拉着我拉到厕所的门口，对我说我也喜欢你，所以我们就在一起。人家讲到初恋的时候都好纯真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赵亮颖，有没有告白过？初恋？我初恋估计没有人想听，很无聊的。哦，不会，越无聊越好。愿闻其详。等一下，我们在国文系也在那边愿闻其详，好讨厌的。没有人根本把不到，没怪怪的。就是一个很喜欢在学校里聊天的一个男生，然后可能都一起上学都两年了，然后突然有一天是星期五的下午放学之前，就我忘了他怎么跟我讲，反正就是大概意思说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之类的话，我想想试试看，然后我回去我就纠结了两天，星期六星期天，我觉得好怪，一下子我对这个人的感觉就特别奇怪，所以星期一一大早我特别早就去，我跟他说还是算了。啊啊！你纠结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事情？都想什么呢？不是，我本来星期六星期天我可以很好的玩，然后就因为那一句话搞得我星期六星期天都没有办法，就是在想那些。所以他很讨厌那种别扭的感觉。对，我就觉得朋友的那种感觉没有了，所以要写一首歌就是告白，不要再星期五。要考打那个 Benny 啦。Benny 要回答真心话大冒。